见烦恼，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四烦恼是贪嗔痴慢疑五种。六道众生通通都有，但是有厚薄不同。有些很厚，那对于六道的执着非常深，不容易离开。有薄，虽有见识，见识不是很浓。与佛教界他非常欢喜，能信能解能行，他也能证。这个是要薄的才行。太厚了不行。这一桩事情，这是我们修行关键的所在。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修什么呢？对人、对事、对物，看得淡一点。不要斤斤计较，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大帮助。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这就难了。为什么呢？我们的情执太深了。同名叫情执，情就是迷。迷的反面是觉悟，是智慧。情执深的人没有智慧。所以生活在这世间很痛苦。有地位也痛苦，有钱也痛苦，没有地位没有钱也痛苦，都是一样的痛苦。佛教我们离苦得乐，实在讲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叫我们把这些情执放下，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场空。立根人，上上根人，一眼就看破。所以他能彻底放下，他不放在心上。像镜子照东西一样。古人说，湖来见湖，汉来先汉。湖是湖人，外国人。从前中国说外国人都叫胡人，外国人照镜子现外国人像，汉人中国人，中国人照镜子现中国人像，镜子没有心的，完全随缘的，不着相啊。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都忘掉了。没有向镜子学习照镜子应当或长成镜子菩萨要向他学你看他真随缘痕迹不着这就是法身菩萨，这就是法身如来我们每天没有离开它，但是不会用它。会用它，每天照镜子，那就是无上妙法。那就是在真修行。你看镜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把这几个字印在透明的贴纸上，透明送给谁呢？送给很多同学。我让他们，你把这个东西贴在你家电视机上，看电视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几个字，不要被相迷了，啊，假象，不被假象迷了，啊，看电视也是真修行呐。佛法在哪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问题是你会不会？会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呀，华严《法华经》也不是佛法。你就不会吗？啊，佛法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活活泼泼就在面前。